到的，不仅演技出色，颜值也是一流的，是很多女孩子心中的偶像。有个90后女孩一直梦想有范冰冰这样的颜值，为此花了整整8年的时间，把自己整成了和范冰冰一样的颜值，她就是何成曦。一直有着明星梦的她十分羡慕娱乐圈中公认美女范冰冰，于是她直接依照范冰冰的模样去做了整容，经过8年的时间把自己整成了第二个范冰冰，容貌大变样，成为了范冰冰之后，她就开始涉足娱乐圈。她的第一部娱乐圈之旅是参加了快乐女声，如她所料成为了网络红人。因何成曦整容成功，不仅收获了美貌，更是收获了爱情。她的豪门男友于小泉为了讨她欢心，还专门给她开了一家整形医院，并且为了配得上整容后女友的颜值，自己也去进行了整形。不管外界的声音如何，也不管观众能不能理解，两人的感情一直很稳定很甜蜜，直到2016年，两人更是甜蜜的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此后不久，何成曦生下他们爱情的结晶，因二人都是整容脸，引起网友们热议，说孩子长相坑爹坑娘，一定好看不了。直到何成曦微博晒照时，网友们都自打脸不轻，孩子圆嘟嘟的脸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，小巧的五官都表现出十分可爱的模样，让不少网友惊呼是亲生的吗？看来这位翻版范冰冰本身的颜值实力也是毋庸置疑的。真的，我确确实实觉得我做的不对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你说真的啊？我说真的。拉钩。好，拉钩。拉钩上吊100年，不许变。哇！